Yes, I pray. Yes. Are you okay?你俩在做什么呢？他，我们没在做什么。你好好想想，你就是给家里抹黑。我是来参加数学比赛，这跟家里有什么关系嘛？有什么关系？你做的不够。舅舅，我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，而且我已经证明我自己的能力了，我已经不够，你做的不够。 是有能力跟男生瞎搞，还是有能力学习？早恋还是有能力考试？对立有备用，这你知道。孩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如果我不是凭自己的能力进来，如果我纯粹只是因为你是你的侄女，那我根本就不想留下来。你敢？你不能走。 With people thinking I don't deserve it. Why don't you just stay until the end of the competition? No, Nathan. 不要让我做不想做的事情. Nathan, just because I'm going, it does not mean that I don't find myself liking you.